我已经跳闸了，跳了，熟了，看见你热了，哇，你把排骨都放饭上面了，给你弄的，真棒。下面我看一下，这我刚煮的，哇，这煮了好多饭嘛，煮这么多啊，感觉吃不完。我会煮饭了哦，真棒，把饭熟了没就行了。你这个是饭熟了再把它倒下去了，把它排骨热了没有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它热了没，反正就直接倒吧。好了，你尝一下热了没有？土豆那些烫完了就好了，可以，那你去吃，我给姐姐盛点啊。酸啊，那么好吃哪里酸了、啊、那你吃那些我先吃，我咬过的这点有啊，酸有吃，好讨厌你这样，这边我没咬过，吃吧，你咬过的是很酸那个，真的假的，我就不信邪了啊，是很酸的，这爸爸走了，别跟我提这个，我伤心了。伤心了，刚刚都吃了，半个月就回来了，很快。哦。嗯，我觉得应该很开心了，自由了呀。你看你爸第一天回来，我觉得还好，第二天觉得还行吧，第三天我就嫌烦了，赶紧他要回老家，回老家吧。在这里老是说我们管我们。妹妹坐好。他这几天不是老是回老家嘛，所以不在这里我们就没觉得那个，但是他在这里就老是说，说东说西的，他不说你要说我们了，说我啊，差不多了，哪里啊，我就不喜欢他管人，每天像个傻样管人，火车都快开动了，我们自由了啊。爸爸为什么是坐火车呀？不坐火车是什么呢？他大车不开了，放家里，他懒得开了。姐姐，晚上要不要吃饭？要。这爸爸走了，我们饭都不吃了。嗯。不过我们早晨吃的饭，中午吃的饭，晚上吃不吃？刚刚你好像看你买了些零食啊。妹妹下午四点多钟出去玩到现在，四五个小时了还没回来。老牛啊。刚刚打了个电话，她说还在楼下那边玩，我就算了。她也说不饿，那我不煮饭啦。嗯。这爸爸不在，我们是不是真的生活不好啊？没事。煮饭，老师。没事，相信我。真的没事啊。别等一下晚上又饿。不会，我有八珍。啊？还有水果。嗯，那吃点水果吧。嗯。那明天要上学了。对啊，怎么了？做好准备。嗯。早点洗澡，早点休息。好。那我真的不煮饭了。嗯，不煮了。哎呀，这样子挺真的很自在耶，感觉。哈哈，爸爸不在是太自由了。那是那是。那我不管你们了啊。